其实呢，我有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这项纪录的话是我在16岁的时候创造的。随后的话，在意大利还有韩国都有刷新。我不单是创始人，而且呢还是保持者，就是在1分钟之内可以连续劈碎101个碗。那今天呢，我呢小试牛刀，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单指碎碗的这种速度和爆发力。就接下来是您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对，再现我们的舞台，对不对？对。还等什么呢？来，工作人员，道具请了。划时代战术的炸酱面的面摊啊，终于开业了。我们的功夫炸酱面，功夫炸酱面，我们本期的这个大厨啊，就是我们的老将了，跟我们讲讲这道面怎么做呢？那首先的话，给大家展示一种劈法啊，这个碗呢放在这里，我不用手拿，我用一根手指瞬间把它劈碎，但是呢，这个碗几乎是纹丝不动的。那我们就见识一下，好吧？睁大眼睛啊，千万不要眨眼。这一环节，老将给我们呈现的是吉尼斯世界级的表演，劈碗，但是碗纹丝不动，我们一起看一下啊。Yeah. Please tell me that I can't, that I won't, that I fail, that I'll never make it out, yeah. Please tell me all the bad, never good, fill my head full of every single doubt, yeah. Please say any negative thoughts, I pop off when I hear people say I cannot. I get off to the thought of proving everyone wrong. I won't stop to the top, so you better back off or get lost. I'ma stay loud, stay proud, never running out, never heading south. I'll be spreading out, call it word of mouth, can't put me down, I'll be getting loud. You can have your doubts, not what I'm about, have your f***ing clout. It be raining now, I keep making sound, go another round, bitch, I'm legend bound, can't stop me now.You don't wanna fuck with me. I slow burn like a disease.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and I'll show you things that you couldn't believe. Just tell me that I c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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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话就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速度，要计时的话就可以计啊，到时候要拜托你喊321开始，没问题。好 ，OK， 这是我的荣幸。准备好了没有，老将？准备好了。3、2、1，计时开始。哇10颗碗，老将全部劈掉，最后的用时是8秒83。谢谢。接下来你好好休息一下，好不好？这个场子还是交给我们的小将，来，有请小将登场。小将，刚才大哥哥，我们的老将，整个的功力，哇，现场多么的嗨，对不对？你呢，有没有什么样的绝技？在豆腐上断大理石。上豆腐是吧？对，上豆腐。翠花，上豆腐。豆腐不会坏，我就能劈烂啊！豆腐只要不会坏，它就可以把大理石劈断。劈完之后，豆腐完好无损，我们期待一下啊！哇哇！完好无损，豆腐完好无损。我们的小将在我们跨时代战书的舞台上呢，最后一次的自我发起挑战，将要在宣纸之上断大理石。为了检验一下我们这个宣纸，不是说特意做的道具，纸的材质呢不是怎么撕都不破的那种，而是我们传说中非常常见的那种宣纸。对了，就是这种宣纸。小将，接下来来，请准备在宣纸上断大理石，有可能会成功吗？好了没有？3、2、1，开始。把大理石打断，同时宣纸还不能破，这完全就是非常短暂一瞬间的爆发力。哇！宣纸完好无损，